身体是会有记忆的，长期运动，然后半小时维持状态，你不用减了。你吃蘑菇吗？我不吃。我觉得这一顿挺健康的，我也觉得挺健康，尤其是你还没有蘸料。不是我跟我妈视频，我妈话说，说我太瘦了。家长真的都是这样，不是，他是真的会说我胖的。但是我今天就从那个视频里看，我的脸是很瘦，但是当时我说妈就占了巧了，就是脸瘦了些，身上没什么变化。身上如果要是能那种一眼看出的，还是不没有脸快。脸是稍微瘦。有的人是先瘦脸，有的人是先瘦身。我就是一瘦就瘦脸。收拾起来，对，收。